哎，我们师团的画中间哦，有没有弹幕朋友？先把灯关了。还整点氛围啊，这是。好，那我们来进来喽。这什么意思？Hello，这直播。Hello，朋友。Hello，Hello。朋友，你谁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马奇。哦，那这位朋友你是？那我是运行。好嘞，那这位朋友，我是孙亚轩。好，等孙亚轩的朋友还在做妆发啊，稍后我们来介绍他。我们都在做妆发。是的，是的，他还需要一些进度。那个，大家觉得这头发行吗？不行，我现在改。觉得好看的给耀文老师，好看的弹幕扣一。好，耀文老师说了，好看的弹幕扣一。我现在做没做完呢，等待会儿做完再看吧。确实，快点儿，换个。哎，能看弹幕吗？这现在这里，我看一下，你在看哪？看一下，没有弹幕。目前来讲，我有弹幕吗？都没有弹幕，好像朋友们还没有慢慢上线啊，所以我们不着急，我们慢慢聊。上线啊，我刚白说了，我在这搞节，没人搞节目效果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我们的朋友们呢？我在这疯狂搞节目效果，没有人，兄弟们，哎，我先，好了，整段垮掉，没人看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么尴尬，是没推啊，有一个。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有这么尴尬？兄弟们，有11万人，哦，11万人。朋友们是这样，因为刚才刷的弹幕过于多，所以我们这里显示不了。是因为一共有11万人在看，所以。是因为你开了飞行模式吧？不是，飞行模式没法直播呀，哥。你别，你拍地嘛，你拍地吧。什么画面啊？这个画面啥都没有，赶紧没人啊，这一个人啊。那我们继续了啊，现在是有在看的，我们继续了啊。没人关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到这两位朋友了。没了。Hello。干啥？怎么样？昨天睡得好吗？前面睡得好吗？挺好的呀。睡得还行吧。真的吗？第一个。好，还能不行吗？对。那张哥对自己现在这个新发色满意吗？满意的呀。咋了？膝盖是你的什么？不是，我不知道说啥，主要是。嗯。你是说对我这发型满意吗？不满意。挺满意的。满意现在满意吗？满意的在弹幕扣一。满意的走波一啊！满意的走波一。不满意的扣10000个一。他就10000个一打。贺老师上台了。贺老师怎么样呢？贺老师今天准备的如何了？今天准备的挺开心的，小哥今天咋样啊？今天太开心了呀！今天张哥也开心啊，我们俩今天都很开心。好，一会儿还要见到大家，就更开心。那太好了，我想到高兴的事情。啥高兴的事 ？OK， 加油！今天一定给大家呈现最好的状态舞台。好，那两位可以继续妆发哈。好。这么吓人，到这位朋友了，赶紧扣！这位朋友，说啊，兄弟，怎么样？今天挺好的。粉丝们、朋友们，看看丁程鑫的今天的造型怎么样啊？不好，马上换，听到没有？不好，马上换。好看的给扣波一啊！好看的扣波一，不好看的就扣100亿个一。有弹幕问你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我刚才才吃了一个。这弹幕是真的有弹幕吗？我不信。蛋挞有啊，有了，现在已经有了。现在有弹幕了，现在有弹幕了。现在大家都在扣一，扣一是吧？那好，那今天奖励一个鸡腿，发型师。好嘞，挺好。吃饭了，吃啥了？吃了一个蛋挞。好，蛋挞，对不对？太懂了，蛋挞。对啊，蛋挞，蛋挞，蛋挞撕裂虾。好，那今天准备的如何了？今天准备。挺好的。好。不然谁问题问的，谁能说个不好？谁能说个准备的？刚才我们大概都干了什么？都开了。你下班吧，我来。刚才我们干了什么？兄弟们，刚才没节目效果。我来。干了什么？你刚刚干嘛了？我刚开了个嗓。可以。开了个嗓，然后练了个歌。
你在质问我吗？没有质问，就是想让大家多看看你丁哥。Okay, 我们给丁哥一个超级大特写，从眼睛到嘴巴，再到鼻子，来给个侧眼，丁哥。你让我很害怕呀，贤哥。给一个绝美侧眼，快，丁哥。丁哥耳朵都红了。你看丁哥耳朵红了都，但是丁哥，你发现丁哥右耳，那是只有右耳，左耳上有个小特写，就是什么？细节小惊喜都被你曝光了，这叫之前那叫惊喜好吗？来，马哥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马哥，最近一点，最近一点，让他们尴尬。怎么了，马哥？你好。大家，不是，保持一米的距离。你不要保持一米的距离，太吓人了。这有啥吓人的？距离产生美，向哥。好，距离产生美。准备怎么样？准备的，哎，可以吧？都可以。那个该吃饭了啊，一会儿。这个吃个饭也该上台了，准备吃什么？你准备吃什么呢？准备有什么吃什么。那你想吃什么？他们真的就是没有问题硬问啊。吃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这个直播应该开在庆功宴上。对呀、啊，跟他开庆功宴上问老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套次了。先行。一会儿这个台上见了。他这个不能翻转吗？怎么翻转啊？来，我拍你们。我切换摄像头，我翻转了。嘴角有蛋碎儿。你看看，让我照照。嘴角，先擦干净。等一下，马哥，你先拍拍自己。你先拍拍自己，马哥。OK， 好 ，OK，OK。那边呢，小心啊。呀。哎。OK。人怪吓人啊。问啊。怎么样？翔哥准备的怎么样？翔哥准备怎么样？马哥准备怎么样？他不问过我，准备很好啊！昨天大家都看过一场了，对吧？那今天就是继续加油呗。对对对，小宋还在后面。哎，小宋 ，Hello， 看一下，来，小宋自己拿着来，自己拿着。为什么自己拿着？因为要你自己拿着。你这样。Hello， 我看看你们过来跟我一起了。你自己聊天了，你要我们过来一起干嘛？哇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哦。你好尴尬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是今天的。什么？想听我说粤语？哈哈，不会删呢，卡死了。然后今天肯定是很开心的一天。好了，感谢。来，二，干嘛呀？跟大家聊两句吧。你是不是找不到话说了？没有，我从小宋那边。老师好，朋友们好，大家好。干什么？大家不要害怕，张哥一直这样的。播完了是吧？没播完呢。在我们这儿。哇，太帅了！这个弹幕一条都看不清呢。Hello， 友友们，你们好。Hello， everybody。张哥闹十分钟。张哥，师傅让你拿稳点，师傅。哪有啊？刚才那个。张哥，你说出了我的心声，我就看到了这一条。张哥卡粉了。真的假的？哥们儿。闹，哎呦。弹幕说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哇。那咋了？马哥露个脸吧，快过来。想看佳琪。想看佳琪。被发现喽。佳琪。我来跟小何做个发型吧。等一下，小何也卡粉了哈。你别搞我呀。卡粉了。啊？不知道啊，那我就是什么。说实话，庄哥老师，我也没换了，可能是卡了，小辉卡粉了，应该是网卡，不是卡粉。哦，对，网卡了，给你们定定，给张哥补个妆。来，马哥，快亲弹幕一口。你真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哥。你亲吧。张哥太会做直播效果了，亲一口。
我记不清了。你让大家看谁啊？看我们的工作环境怎么样？工作环境很好呀，我们要感谢银河综艺馆。我们还有一双拖鞋，把那个拖鞋直播一下。应该是你的吧，这双？嗯，应该是我的吧。耀文，大家想看你来。有人想看浩翔亲一口。先亲吧。马哥拿去吧。来，翔哥。干嘛？那你亲一口吧。要马哥亲一口。马哥亲了吗？马哥亲过了吗？弹幕让你亲一口。嗯。快呀。子牙哪有没有亲一口？有，我看到了。没有，只有什么张真源。张哥想亲一口。张哥撩腹肌，张哥秀大腿肌，张哥秀胸肌。胸肌还有腹肌。对啊。还有大腿肌。别搞啊！还要走近。张哥以后的服装。张哥以后的服装其实都不用穿，感觉。不用穿，必须要露。就是穿个外套就可以直接上去了，那个、外套也不用。扣扣子上，我觉得。咱还直播完以后。你看，这不是所以说就是咱们不直播的那个原因吗？我们讲。这是能说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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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不能说的。要我们帮你们上学，快马哥，我们你这个学咱们去上吗？他们要我们帮他们上学。这个。有些事情就必须要自己完成呀。是的。怪张哥。啥？让你帮他们写作业。哦，我天。你给我写作业，张哥，快。军训，张哥帮他军训，快，张哥。哇，大家这个弹幕刷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对呀、啊，这能看清楚啥呀、啊？哎，马哥呢？我在你的头后面。来，给我们出太卡了，耀文聊两句。那给耀文吧。这个系统还需要。我们是对这一面是那个啥，直接这么给。滴滴。好了，让我看看。不行，离得近，感觉我也卡粉了呀。来，我给你举着。距离产生美。离我远一点。好嘞。但我看不到弹幕，我们说啥呀？太快了。你好。吃饭了吗？大家没吃饭的话，我别让我叫你闺女。吃饭了吗？大家，如果现在没吃饭的话，感觉可以去吃点饭了，因为我们也准备吃饭了。我们吃了饭就准备上台了。Queen。好了，拜拜，给下一个人吧。好。来，亚轩再聊两句呢。又到我了，又到你了。嗯，什么？我要说些什么？看这是谁啊？有病吧？我没病啊。Yeah, 大家吃饭没啊？现在已经5:15了，要好好吃饭哦。为什么要把嗓子压成这样？然后，哎，我是不是卡了？怎么弹幕不刷了 ？Hello， 看看我呗。小贺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总有人会明白的。小贺挺强的。你再给大家模仿一次，你再重现。哎，走开！求你了吧，我代表广大群众，求你行吗？你拿着吧。哇，好可爱呀！干嘛？病吗？来一次，求你了。等一下，我要跟弹幕说话。哇，我拿到驾照了，恭喜！
后天要上学咯，恭喜。耶、yeah。他问你哥哥能飞稳吗？啊，能飞稳吗？问你，弹幕。我独生子女，没有哥哥。什么鬼？拜拜，让小贺哥哥跟你们聊吧。啊哈。小贺哥哥只有这个手势。走开！你给大家模仿一个，求你了。不要，求了，真求。不要。想看那弹幕走过亿啊！小贺弹幕。快快快快点快点，你不能伤了粉丝的心啊。大家都想看，是我的黑历史，不好看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困了你就打哈欠，你别在这装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替哎妈，那粉丝朋友完成他们的愿望，受不了他了，拜拜。这个会直播的吗？什么？什么？哦，这么快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要再见喽，来吧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，拜拜。